一定要去忘掉它，忘它干啥呢？是吧？你记着就记着了，是吧？那还能忘了？忘了那就纯粹失忆了，那啥不知道。你记着，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它在你心里边不再影响你的生活，不再影响你的工作，哎，不再影响你任何事情了，那就是忘了。那个缘就结束了。其实这一刻，它影响你啥了？他没影响到我什么，哦，我只那其实你这一刻已经忘了他。就是，好，不要想他，不要管人家，人家这一刻也在这样说，知道吧？也在跟别人在聊。哎，我其实也是两个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你还不想让他说你，你看还伤心。没有。我可以说他，我可以忘他，他不能忘了我，他能记住我。我永远是他心目中那个玫瑰带刺儿的。你知道，有时候藕断丝连，是因为你不想让他忘掉你，让他忘掉你，你就忘掉他了。你不想在他的心中消失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在他心中占一席之地，占一个位置。你不想彻底的从他的心里边消失掉。你想吗？当然不想。好，那你就忘不掉他。有一天你要知道，你要想忘掉一个人，你必须要相信，你从他的心中会消失掉。这个时候你就把他忘掉了，很快。你不怕你从他心中消失，他再也想不起你。而且谁问起来说，爵士谁呀？说你高中同学，哦，那个女的。那不是失忆了吗？你怕吗？你不喜欢吗？你不喜欢那样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不想忘掉他，是你怕他忘掉你。他出来，他可以，人家可以这样子，我就无所谓啊。见了面，哎，你好啊，很久不见了啊，可以这样子啊。你是不是怕他完全忘掉你？你要是想起来他把你忘得一干二净，你心痛的话，那是你，那不是你忘不掉的，是你还在乎他。如果你不在乎他这一点，你很快会忘掉。我告诉你，彻底的从他心里边走出来。你又不想影响人家，又怕他说因为你有问题，又怎么样又怎么样，然后呢，你还想让他在让你自己留在他心里一个位置。这是很矛盾的哦。去每天去超度他，就说你忘了我吧，就说彻彻底底忘得我干干净净，见了面就像咱俩没谈过恋爱，有这样子写知道吧？见了面还是好朋友，就像没谈过。你看你是你哭还是他哭？很奇怪，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爱着我们，但是我们又不想爱别人。真的，我们很希望所有人爱着我们，尤其你讨厌人也罢，或者还是希望你很重要在他们，在每个人心中你都要占个位置，你希望自己在那儿很重要，还每个人心中很重要，是不是？不能轻于鸿毛，一定要重于泰山，甚至是我就是你心口那块糖也行，是黄皮也行，总不能一点位置也没有，是吧？我就是你眼里的沙子也行。总要在你的地方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就是多没自信啊，多没自信啊！就是觉得自己如果在别人心中没有位置，我们就完了，被这个世界抛弃了。我们多凄凉啊，活的，谁都不看自己一眼，他们的眼睛里，我连他眼睛的沙子都不是。所以我们活得很恐惧，每个人活得很恐惧。很怕别人忘掉我们自己，很怕别人忘了。如果全世界人把我们忘了，都去谈恋爱去了，就剩我一个了，咋办呀？人家都回家去谈恋爱，都有对象了，就剩我一个了。他好歹，我的目的是他回家可以谈恋爱，但是他心里是想着我的，他和任何人谈恋爱都想着我的。我就是他眼里那个沙子，我也得揉着他，让他的揉着眼睛就谈恋爱。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勇气忘掉，
没有勇气不敢忘，没有勇气忘掉一些很多东西，不敢忘，忘了觉得一无所有。站着吧，先站着，床皮也站着，这个什么油也站着，这被子也站着，这个都站着吧，管它有用没用，我还安全点，着急了用一下，是不是？然后又觉得这是负担，你看我蚊子不叮我，我老拿着这个干啥？这，哎呀，味道挺不，这个我也不想吃，我老捧到我脸前干啥？等等，就总站着，然后呢，闲的时候不用的时候就是垃圾。用的时候我那个东西拿去了，拿去了，我那个东西就开始了，所有的这个世界你头脑里面站的东西都是不用的时候全是垃圾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修行的时候就不用了，不用你就发现你站了很多垃圾扔不掉了，不修行的时候觉得越多越好，但是其实你一辈子也没用到一点点，一辈子真的啥也用不到，房间里那些垃圾三年也不用，就那些东西他全收拾的规律啊，一粒粒每天隔两天是规律一次，人也是，其实我们很恐惧，其实我们不是有时候不是贪，是恐惧，你不敢失去，你要抑制一些东西，觉得我这样呢我就安全点，我就不会全世界人忘了我的时候，我还你看我一屋子呢，还有羊皮牛皮呢，卫生间还攒了很多羊皮牛皮，我可以做两件皮袄卖给他们，这样他们会喜欢我的。是啊，赵旭龙，你看我家里那些东西，我拿出来跟他们交换交换，引起他们别关注啊。就是我们很有时候内心那种恐惧啊，那种不安全感，或者没自信啊，就是怕别人忘掉我们，怕别人不重视我们，怕别人不爱我们，怕得不到爱。不安全，其实你不是说记着他，是你跟任何人谈恋爱，你再跟其他人谈恋爱，内心也惶恐、不安全、不自信。你觉得他会嫌弃你某某某某一些东西，比如嫌弃我的痘痘，嫌弃我不美丽，嫌弃我胖，嫌弃我这，嫌弃我那，其实啥也不是，是你不够自信。就是所有的都是借口，就是你自己怕，你自己不够自信，不能站在那儿觉得你是全世界最美的，你不敢说，你不敢这样认为。你觉得我就这样认为了，但是人家没认为啊。但是你的信心就没起来嘛，是吧？因为你头里边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信心来自哪？当你头里边把所有人都每天抓在你的头里，耿耿于怀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在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你的头脑里，你的自信永远起不来。因为你的自信给了黄皮，给了杯子，给了这个，给了那个，给了一大堆，然后自己一点没有了，知道吧？你能量就外，所以头脑要清净。到头脑清净的时候，你头脑你可以关心每一个人，你可以爱每一个人，但是你的自信一直在那，就是你这儿是空的，然后呢你就是你啊，你也没想变成谁啊，你就是你啊，谁因为你这空的时候，你虽然爱你啊不爱你啊重要吗？是吧？你就是你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一棵树，真的人家有人今天过来看看这个树，有人踹两脚，有人没了，你还妨碍你做树了，妨碍你随风摇摆了，妨碍你傻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，如果你脑子里装着滑皮，一定要，那你就一定要滑皮爱你，然后杯子爱你就不算了，知道吧？那滑皮不爱你，你就很伤悲，很悲伤。但是你是装，就完全头脑里全是他，你去看看你的头脑里面，就全装着幻象，全装着他，然后呢，装着这个人，然后呢去不断的联想，转着圈，这个人在这儿，然后呢转着圈，他的他妈他爸他家庭他新找的女朋友他们在聊什么，他今天在干什么，所有的一圈一圈全绕着都是关于这个人的，我跟他分还是不分，我跟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，我什么时候忘掉他，我什么时候再跟，到底是结婚还是忘掉，就你完全的就头脑里边有80%的精力什么全围围绕着这个人在转，是不是？那在消耗，知道吧？那样你跟其他人你就不自信，你自信不起来的。然后因为全部在这个人对你的看法里边，或者你们交流的东西里边，你全部你的生活那就是你的生活，
虽然说他跟你他在葫芦岛你在这儿，但是你们生活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你与红英就是两个人住在一个屋子，有时候住在一个屋子不在一起，有时候远在一个千里，哎，他就在一起，每天生活着。每天生活着是因为什么？你头脑里面想着他，每天转着他，他就跟你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然后虽然想着他是很多很多，并不是说很融洽的。难道生活在一起有什么呢？结了婚也不是每天抱着这，每天就闻来闻去的，是吧？那结了婚也是要，也是这有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嘛？那你现在不就想着这些嘛？就是烦嘛，就琐琐碎碎烦嘛，这就是婚姻。我告诉你，你就体验了，就那样的。修长的你缺失的东西，不是你忘不掉他，也不是，第一你不喜欢他忘掉了。你不想让他忘掉你，这才是真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你没自信不够，信心不够，你恐惧，你怕失去，你怕失去爱，知道吧？失去爱，失去任何人的都怕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怕失去？因为你不会爱。你知道，当你一个人学会，当你会爱的时候，会爱每个人的，会爱很多事情，会爱万物的时候，你就不怕失去。因为你会爱，你怕什么呢？他不爱你，你爱他嘛，是吧？那影响什么呢？是吧？爱树，爱草，爱花，爱竹子，想爱啥爱啥，是不是？爱空中那粒微尘，你可以看着那粒微尘过三天的，你不需要随便有个伴侣，是吧？你盯着那个微尘，真的你可以坐在那儿坐三天，你都不孤独寂寞。不是说你跟他聊天，是因为你爱弥漫着空间呀。你在爱里边有什么不安全吗？在爱里边你有黑暗吗？在爱里边你有冷漠吗？还是有孤独？所有的情绪都是因为没有爱嘛，是吧？所以找到自己症结，不是你说为什么要这样纠缠，不是这样。你恐惧一些东西，怕的，所以要学会去阳光，学会心里边充满阳光，学会自己去爱，发现自己有优点，发现自己美的地方，然后知道自己的独一无二，知道自己的价值，知道吗？你就完全自立了，就活自己，做好自己。其实每个人如果真的很阳光的做好自己，你已经爱万物了。这叫太阳，他做好自己，他已经阳光普照了。你不用刻意的，我就要爱你，拉住我就要爱你，我就要人家说咋爱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爱你，是吧？那你只是说寻找个陪伴，那不叫爱，哎，就是说你自自然然的，你做了自己，然后充满阳光，你的心永远是柔软的、慈悲的，你永远是被重视，对每一个人你平等有爱，就是你能够平等的交流，或者是，其实这些已经是光明了，这些已经是弥漫的爱了，是吧？你每个人在你的面前，每个人跟你相对跟你交往都能感觉到很舒服，他会得到帮助，得到你的，你能够尽你的力量嘛？你就是你，反正你就那点力量嘛，是吧？你也不可能拔到什么太多，但是你就这样，有时候能做啥做啥了，是不是？这其实这就是光，就像太阳已经在放光了，只不过是小太阳一样，啊，大太阳也不行，把大家烤坏了，是吧？就小的吧。所以做自己不是刻意的要纠缠这些事，怎么忘是要做好自己。我今天为什么脑子里全是这些乱念头，没有做自己，不活在自己这儿了，就是完全的心要放在自己这儿。我今天师父全然的吃了这颗黄皮，而且没有任何杂念，没有想什么，没有纠结什么。我吃这个黄皮的时候，我这一颗黄皮完全是我跟黄皮，知道吧？我拿起这个黄皮的时候，这个黄皮是黄绿色的，底下有个把，哎呀，完全就这个世界就我跟黄皮，没有其他东西。然后把它的皮剥开，然后吃它里边的核，把核吐出来，把肉吃掉，就是我跟黄皮，然后把它扔掉。整个这个动作里边没有任何东西，完全是你跟黄皮的事情。这个时候快乐就产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吃黄皮这个快乐里边就有快乐了，然后你这一刻就忘掉所有的事了，不是忘掉的，你把所有的一切都会忘到一干，那不是没情啊？你对黄皮都那么有情，怎么可能对世界上没情呢？你就不会孤独，也不会恐惧。你有一颗黄皮吃，你就会很幸福，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
不是这个黄皮多好，这是因为你在享受黄皮，在享受你，你也在享受黄皮，你们在互相享受，互相欣赏。你看到黄皮，它是一个武器，不会说话，但同时它也在面对你，因为只有你跟它嘛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你知道这里边有幸福感吗？有快乐，全世界都在这儿，因为你没有抓杂念，没有什么。这个时候只有你跟黄皮，然后所有的全世界的幸福快乐，整个宇宙三千世界都在这儿。都在这一刻，就是面对你，爱在里边流淌，情在里边流淌。你跟他，那就是他跟你，那就是恋人。我告诉你，就是那种恋人的感觉，有爱，有幸福，有满意，有全然，那还不是爱吗？就是你体验的爱，但是那是发生在你跟黄皮，你跟那个水果之间的，而不是发生在你跟任何一个人的事上。黄皮不会占有你，你也不会占有他，互相在享受而已。头脑里面太多东西，我们真是，学会了没？跟黄皮谈恋爱。你不要说，老师我能跟黄皮结婚吗？我不是让你跟他结婚，当你学会跟黄皮谈恋爱，你就学会跟这个世界所有人谈恋爱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就不会，所有的人不会伤害你。